秀玲，琼瑶钦点的林青霞接班人，美的庆历婉约，吸引多年无人知。林青霞对于林青霞的美貌，金庸先生曾赞美道，青霞的美是无人可匹敌，可却有这么一位佳人，她是琼瑶钦点的林青霞接班人，美的清新脱俗，丝毫不逊色于众多女星的颜值，这位佳人就是吕秀玲。林青霞塑造了荧幕经典的玉女形象，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时候，吕秀玲被誉为是林青霞的接班人，她也是琼瑶电影时代的最后一位女主角，完全就是柔情似水的代名词。1983年，琼瑶的巨星公司倒闭，签了10部片约的吕秀玲只拍完了6部，她决定去香港闯荡。在香港，吕秀玲剪去了一头长发，褪去了玉女形象，10年的光阴竟不如她出道时的3年。1990年，吕秀玲选择去日本，她是第一位正式出演日本电影的港台女演员。1994年，吕秀玲选择了西影，嫁给了曾经的华纳高层谢艾文，婚后虽没有自己的子女，婚姻却幸福美满。可以说，吕秀玲是琼瑶钦点的林青霞接班人，美的庆历婉约，吸引多年却无人知。注：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